好，我们来解这个不等式。好，现在这个底是 x 哈，首先 x 哈要大于零 ，x 不能等于一。好，在这个情况底下的话，我们要讨论哦，因为这个可能小一跟大一的话要做讨论。第一种情况哈，我们假设 x 哈它是小一大于零好了。好，那这个哈还有一个限制，就是说这个哈它要大于2x 平方哈减 4x 加3这样大。好，在这情况底下，我们再来做讨论。好，那这个是，这个能不能依次分解？六减一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那就 x 哈要大于多少呢？a 分之负 a 分之 b， 啊加根号 a 分之 b 平方四减 ac 啊，哦减 ac 六，哦所以它很大耶，所以这个就这个因为它范围是哈。它范围是小于的，所以它恒大于，哦，所以这个就不用讨论了，我们只讨论这个就可以了。好，当 x 小于一大于零的时候的话，那我两边哈，给它取指数，以 x 为底嘛，这个时候就2x 平方哈减 4x 加3哈，啊不它颠倒，它大于呢，就是 x 的零次方。x 平方是一啊，好，这一个范围，好，那解数啊要跟它的连立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 2x 平方减 4x 加2哈，要大于，也就是说约掉 x 减一大于。大于是等于大很大于，而且啊，好，这个当然一定会大于，反正平方一定大于，而且 x 不能等于一，所以的话这个就，所以的话，这个范围啊就是这个范围啊，好，任何数值都可以 ，x 小于一大于，任何数值都可以啊，哦，因为这个是没有限制的，好，那第二种情况哦。x 要大于一的情况，那这样子呢？我就知道哈，两边把它取什么呢？取那个 x， 取以 x 为底的指数啊，那就变成减 4x 加3。啊，现在它是小 ，x 零次方是一啊。哦，它这个的话，这个就没有解了。这变成是 x 哈，这一拿过来就是三减一是二嘛 ，x 减一的平方哈，小于零啊，哎这无解啊，哦这无解，哦 ，x 减一的话平方也不可能小于，对吧？那所以就得到了这个式子，所以它的范围的话是只有这个式子。